是你，还给我！什么东西啊？你说这个？嗯，我珠子呢？你去还我。 你这个女人，这出手也太狠了吧！ 姓裴的，我知道泰森的下落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姓崔？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嗯，人呢？怎么洗个脚，这半晌还没回来呢？哼！石七郎，石七郎，老包，我在这里。哎，老包，哎呀，石七郎，你怎么掉井里去了？我马上拉你上来，你等一下啊。嗯。 你没事吧，石七郎？哎，我说你洗个脚，怎么洗到井里去了呀？哎，刚才想救一只小野猫，结果反被它挠了一下，一失足便掉进去了。哎呀，那种野性难驯，不知好歹的畜生，你救它作甚？是，确实野性难驯。 而且诡计多端，鬼计多端。我去换身衣服。好。你不朝那个方向追过去了吗？我这个人很恩怨分明的，有仇必报。蛋，上次你把我撤到井里，我都没骂你啊。救命！行了，小骗子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在水里？你水性很好，我记得。 你这样的人啊，就该受点教训。救命！小骗子，喂，你要是再不出来呢，我可就把你的马牵走了。我真走了。 行，喂，叫我小骗子，还把我踹到河里。
今天不叫你去这河里泡泡冷水，枉你叫我小骗子。算了，看在你去河里救我的份上，我再帮你一次吧，免得那些追兵过来一刀把你给砍了。小裴将军是上次在井里洗澡洗得太舒服，所以特地来找我。一井之恩，永世难忘，在下时刻记得姑娘的恩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时时刻刻都惦记着，随时把我也拽进那个井里，好还那一井之仇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我等着。物归原主，多谢了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无理啊？那你抢走我的珠子呢，怎么不物归原主啊？你抢走我的东西，我凭本事拿回来，我拿走你的东西，你照样也可以凭本事拿回去啊。何校尉，大晚上的怎么了？何校尉，我们郭将军言道，今晚本该设宴款待宾客，但因事耽搁了，这军中简陋至极，实在招待不周，特命我送来这份点心给何校尉定计。多谢郭志将军，费心了。说你个小姑娘家不好好在闺阁里绣花，偏要掺和军中的事，你来就来吧，还动不动暗算我。你说我现在是要把你扛起来扔到井里去，还是让你尝尝真弩的厉害？想说话？那你说吧。受不了，嘴里有核桃，对不对？想说话也不是不行，不过先说好，我要是把你嘴里的核桃拿出来，你要大喊大叫的话，我就让你尝下你们崔家奴的厉害。嘴里还有机关，哎呀，这针上面是不是有毒啊？你要再不老实，我就拿针扎你。这么多针呢？这么精致的东西送我了，看什么不服气啊？抓你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你做什么？什么做什么？哎，既然你都是我的爱妾了，那我们躺在一张床上睡觉也可以吧。十七郎就是皇孙李密，这帮山匪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哎，奇怪了，那个赵有德之前也在镇西军，为什么他不知道？哦，原来某些人之前一直在军中隐姓埋名，但是后来军功累积到要阴封三代的时候，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赵有德已经离开镇西军了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刚才没有拆穿我，怎么难道现在想拆穿我？
没想到你居然会假借小裴将军的名字，连我都差点被你骗了。若非如此，怎么能亲耳听到某些人说他是皇孙李昵的爱妾呢？小人，呸！喂，起来，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。我折腾了一天了，我得好好歇息一下，我才能应付你这个诡计多端、满口谎言的小骗子。快点！哼，你是君子，你睡地上吧。哎呀！你做什么？什么做什么？哎呀，既然你都是我的爱妾了。那我们躺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也可以吧？动肚子！哎，你都这么骂我了，那我肯定不能枉担这个虚名了。是吧？没事，此人如此无礼，我已经射死他，给你出气。哎，好啊，你们家校尉早就想这么做了，不过他到现在都没有得逞，你要不要试一下呀？你住手！这句话到我说了，自己人。出事了！有人打人！韩娘，韩娘。走，一定要活着。娘，这么狡猾狠辣的女人，冰冷也只会叫娘。吃药了。我一定会活着，我一定会活着。军粮，就呛死你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反正你也不会交代军粮的去处，在我身边也是累赘，我想不如一刀杀了你算了。你杀了我吧。
你腿受伤了，还上来做什么？对不住。 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其实当时我把你辞运之后，我很快就从地窖上去了。我以为他们不会对老张和婆婆下手，我以为我一定能找到时机救他们。我自诩聪明能干。 但是我没想到，最终还是没能救成他。我看到你在老猎人夫妇墓前放的花，还刻了个恩字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后悔。 只恨没能救成他们。你病了的时候，一直都在喊阿娘。小的时候，我住在边关要塞。有一日，城中所有的男子，全都出城打仗，没想到。 却有另一股敌人绕来袭城。当时我阿娘一直喊我，让我从地窖爬出去逃命。剩下城里所有的妇人一起力战，直到最后一个。等我和爹爹回来，看见我阿娘。 看见他们所有人的尸首都被吊在城墙上，他们的血把城墙都染红了。我记得，朝廷曾经表瀛州将军娘子为武烈夫人，当时接朔西城，武烈夫人力战不退，以身殉城，所以。 你娘也是娘子军中的一人，是朝中竞标，只有一人。但当时守城的娘子军一共有129人，他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儿女的阿娘？他们每一个人。 又何尝不是阿娘的儿女？但是他们为了救更多的人，依然赴死。我阿爹问我，还记得你阿娘最后跟你说的话吗？阿娘，听娘说，你爹爹现在一定正带着人急速往回走。现在出门以后往西走，一定能遇见你爹爹的，知道吗？快走！ 爹已经杀起来了，你竟然会死的！好孩子，守城是娘的本分，你还小，活着才是你的本分，知道吗？阿娘，我不走，我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好孩子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活着才知道娘亲到底为何而死。 我不敢，活着长大，将来你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娘的阿姨也能救很多人。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，走。
才知道我为何而死。只有活着，才能看到希望。干嘛？我想问你一句话。问什么呀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名字。你不是知道我姓何吗？你们家公子平时怎么叫你啊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在韩立面前露馅啊，我总不能叫你何氏女吧？你不愿意说，我就随便给你取一个。你能给我取什么好名字啊？以你的德行，肯定是要给我起什么阿猫阿狗的破名字。你还别说，你挺像阿猫的。你叫我阿锦吧。哼，又想拿假名字来糊弄我，我才不叫呢。不如我帮你取一个，叫阿道，或者阿珍也行。为什么是阿道啊？或者阿珍？嗯，自己猜啊。阿豆，阿芷，你是不是在笑话我？两次假扮有孕的娘子，一次肚子里面塞着稻草，一次塞着枕头。我哪敢啊！那我的身世来历你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我不过问你的名字而已，你都不肯说。我担心韩立起杀心，要是我被杀了，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那岂不是很可惜？哼，好凶！我叫阿莹，是我阿娘给我取的乳名。水温正好，不如我们一起洗吧。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，你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你干嘛？难道皇孙此时此刻还想跟我动手啊？
说正事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呀？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崔家军，再来求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回到崔家军之后还会来求公子我吗？嗯，你干嘛啊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可知无数城池，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，太喜欢了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呢，啊，泡个澡还能洗出这种风情来。属下已经命人在那儿盯住了，只不过那何氏女着实是个机敏之人，她不仅用后毡遮住了门窗，还用后雾把地板内的窃听用的铜管给堵住了，怕是咱们的人呐，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无妨无妨。想不到这个崔公子居然还有闲情逸致鸳鸯戏水，说明他果然不是寻常之人。我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不碍事的，我都已经上好药了，包扎好了。嗯，行吧，不过后面几天咱们还要继续上药，不然留下病根可就不好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桃子，嗯，这一次我见到了那个皇孙李逆，就是之前在山寨中你想一箭射死的那个人。是他呀？嗯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那个李逆应该是镇西军的幌子，八成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吗？之前倒是我想错了，这个人精明厉害，十分能干，还特别聪明，倒是我们呀不能掉以轻心了。真没想到这李家居然有这么出色的子弟，之前倒是从未听过。再厉害又怎么样？比得上咱们校尉聪明能干。就你嘴甜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吃什么了？他们做的猪肘子给我吃。没什么，在跟桃子闲聊呢。阿莹，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嗯，你母亲留给你的那只簪子，我知道你丢了一定很难过。看，是不是和原来那只很像？真的很像，我亲手做的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公子，原来那只簪子对我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就算很像，我也不想拿其他的去代替它了。谢谢公子的心意，这一只我会好好收起来的。好。阿莹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。等我出去以后呢，我再找你算账。
真美啊！劳兰关的星星比这里要大很多，也要低很多。半夜躺在沙漠上，天黑得像丝绒一样，好似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。在我们平凉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。小的时候，爹爹带我出去打猎，有的时候我在马背上睡着了，醒来一睁开眼睛，看到天上的星星。一颗一颗的，就像快要掉下来的糖粉一样。我从小在京中长大，自从学会骑马之后，我便经常独自一人驰马去乐游原。乐游原是京中名胜之地，它的地势奇高，站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京都。万树鸣蝉隔岸红，乐游原上有西风。西河自衬鱼泉素，不放斜阳更向东。原来你喜欢这一首啊，可我喜欢另一首。等等，我知道你喜欢哪一首。什么？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是不是这首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一首啊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因为我知道李皇孙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首。嗯，何校尉可真厉害啊！知己，我喜欢。胡说，我又没说过我是你的知己。我又没说你说了你是我知己。我的裙子怎么都湿了？糟了，成了水。哦，那我也去睡了。嗯，好，你快去吧。那你早点歇息吧，校尉。知道了。你捂着眼睛干嘛？脸这么红啊？太热了，这儿。今夜露重风寒，皇孙居然觉得太热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遮掩？深夜擅闯女子卧房，皇孙不嫌瓜田李下，我还嫌。我跟你说个正事，今日你用五十车粮草换取建州，明显不公。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人手，我父王被孙敬扣在荆州，我想借你们人手一用，救出我父王。皇孙真是毫不客气呢。我要是偏偏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……阿莹，你睡了吗？我刚睡下。
我有要事要同你商议。好，我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是不是哪儿来了军报啊？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我听桃子说你未用完善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你。不过我见你气色还挺好的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不过下午点心多吃了点，晚上就没什么胃口。那你早点睡吧。公子也早点安息。古诗洛阳川，茫茫走胡兵。流血屠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诗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呼声感慨，穷极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入战火，虽无明日，不知何时能歇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，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。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，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刀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一数到十，在数到十之前。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睁眼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
一，二。三四，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，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，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输了。此生无憾，多远的距离都有你的回忆，擦肩的瞬间像流星被暂停，熟悉的声音。喂，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刚才可不可以不算？我去河边走走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先忙吧。好。里面东西都收快点。是是。怎么说都不说一声，就突然要把影搬出城了？我们崔家军如何行事，还要向皇孙禀报啊？那倒不是。只是走得匆忙，想起不能送你一程，又想起不久后你便要回瀛州，从此山高水远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那我答应你，等我回瀛州之前，一定好好来跟你道别。你说的。嗯。这是怎么打的呀？哎，在劳兰关，狼特别多。每一次出城遇到狼时，我们便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来打狼。日子久了，大家都学会了这项技能。每当闲暇的时候，便会在劳兰关河边打水漂。赢的那个呢，第一块烤羊肉，便归他。听起来真有意思，想试试吗？不够远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拿着。
知道你爱吃甜的，来，尝尝这糖彩酥。这是在哪家铺子买的呀？这不是买的，顾小姐刚送过来的。哦，是她特意给你做的？当然不是了，阿云、老鲍他们都有。我想起来你爱吃，才特意拿过来给你。尝一口。放这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行吧。对了，跟京都的人都联络妥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嗯。药在桃子那里，还没配好。我知道。我让长耳天天跟着他，可能帮上什么忙。你让谢长耳给桃子帮忙，我看别是添乱才好。添乱也好啊，省得他总在你旁边，我都怕他拿毒针刺我。好好的，他干嘛拿毒针刺你啊？嗯，因为啊。咱们拔营吧。与镇西军同住在这里十分不便，哪怕今日在外面打营仗，也要搬出去。是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家公子啊最爱吃这个点心了，我现在就给公子送去。哎，我特意给你拿的点心，你怎么送别人呢？那不也是别人送给你，你才拿来给我的呀？哎。哎！哎！Thank you.
是李逆，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。公子，走。崔林和何氏逃掉，镇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。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，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快把最终医师叫来！快！啊，那你受伤了吗？哎呀，此剑从入体太深，又有倒刺，若是使蛮力拔出，只怕会伤及筋脉，会血流不止的。现下只能将剑从虚隙挖出，老夫已经老了，手不稳，不敢挖呀。没事，我懂医术，我来吧。可是此法极其痛苦，他这小娘子承受不住啊。哎呀，医师说要将剑从慢慢挖出，我有点疼，你可以忍吗？有我在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宋卫，姐妹等等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快了，快了。瑶柱，瑶柱。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亲我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偷亲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是我救了你的命哎！你想想，我都救了你多少次了，你对救命恩人这么不客气的吗？皇孙放心，他日如果你有性命之忧，我一定是排除万难，披荆斩棘去救你。哼，德君一诺，敏感无内。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伏击我们的？
我得知洛阳派出了一队轻骑兵，这队轻骑手持重弩，明显是要伏击截杀。我思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你们崔家军那个崔离，他曾经找裴元商量过要伏击崔公子。我想那个崔离未必不会跟其他人联手对崔公子下手。对，崔离肯定是他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竟然能让洛阳的人截兵给他。崔离既然要杀崔公子，那必然得找一个人栽赃陷害指为凶手。我近在潼关，又是镇西军主帅，不就是最好的人选？想必他也是用了这个法子去说服我的兄长们结兵。你的兄长他们竟会如此行事？他们糊涂愚蠢，自然容易被人利用。这世间事不外如是，崔离不也就是你们家公子的堂兄吗？不也一样兄弟戏家？不好，瀛州之事肯定更为蹊跷。公子呢？桃子呢？他们都受伤了吗？还有我的马在哪儿？你不会现在要赶回瀛州吧？我是担心瀛州乃是我们崔家军的根本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回去。阿英，你的伤不致命，但你们家公子可能要好好静养一些时日了。你如果执意要赶回去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要想清楚你能不能撑到跟大军会合，还有没有余力去解救瀛州之事。别着急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嗯，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公子放心，小婉没事，只是受了些轻伤，不碍事的。那就好。阿醒呢？阿醒呢？公子，阿醒去了。公子，你别难过，护卫公子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现在阿星不在了，阿星真的不在了。公子，阿星也不像你这么难过，我与阿星都是没人要的孤儿，若不是公子和萧卫收留我们，让我们留在崔家军，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啊？能为公子而死，阿星不会后悔的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不许你说这些话。嗯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潼关，镇西军的军营，是李皇叔。是他带我们回来的。李妮，公子，你先好好休养吧。刚才桃子给公子号过脉。镇西军里的医师也给公子看过了，都说公子伤势不轻，得好好静养。不，我不能待在这里。公子，事急从权，咱们得先养好了身体再做计较。此去瀛州还有千里之遥，若是公子不保重，那再是伤了根本，全盘皆失。还有一事。陈醒，还有那些战死的崔家军将士们，劳烦皇孙派人助我为他们收敛安葬。
你放心吧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人收敛了战死的崔家军将士。我知道陈醒是你们公子的贴身亲卫，我命人给他立了碑，等你们崔公子康复了再亲自去祭奠。阿英，节哀顺变。谢谢。好了，既然醒了就该吃药了。桃子千叮万嘱让我千万盯着你吃药，免得伤口化脓。好苦啊。姑娘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这么巧，我也正想去找你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个是我给你找的上好止疼药，你把它涂在伤口上，这样你伤口就不会疼了。傻子，你忘了我自己就会配药啊？我当然没忘，只是我怕你如果万一没有呢？你上次不是说你伤口还要疼好几天吗？好，那我收。